声音呢，好像是什么东西推动的声音，也太明显了吧！就在后面那里。让他们先回到车上以后，我又要再次前往刚才让我很辛苦的那个前方。其实刚开始。经过那琴房，我就被那边灵体侵犯，现在还是很不舒服。但是我不能告诉他们，如果直接告诉他们，就会影响他们接下来的情绪，情况会变得更一发不可收拾。状况实在是很糟，我想已经有很久没有这么狼狈。虽然不知道这个琴房里面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，但是这边的怨念确实很强，我都有点受不了。以防其他直播团或者是其他的探险出意外，所以呢，我应该尽我自己能够尽的义务，能够处理就处理，做一道结界，以防这边的灵体再度侵犯其他的人。先赶快完成结界。看看这边的负能量有多强，蜡烛都快点不起来。
尽快完成结界，赶快离开这个地方。有点头晕，他们刚进来的时候我并没有注意到这个里面充满了鸟的尸体。死了很多鸟，代表这个地点和春草的生一点生机也没有，都是鸟的尸体。从此可以看见这边的怨气有多重。至于究竟发生过什么事，确实不单纯。全部都是鸟的尸体。好，我们完成结界了。